其中有两个失败了。接下来就快速煎个蛋，炒个青菜，再切一份咸猪肉当主餐。晚餐完成。
家今天的快手晚餐呢，我要用野宅说他们家的田野红薯酱，然后搭配意大利面，还有一些家里原本就有的鲜蔬跟鸡胸肉来做一道快速的意大利面。是鸡胸肉切成条状。再加一点菇，其实西餐料理加蘑菇会比较适合一点，因为家里刚好没有买蘑菇，我就加这种菇，这包叫什么？加入盐巴，点点黑胡椒，我刚忘记了，
撒一点白芝麻。其中有两个失败了，因为我没有买那个专门做起酥浓汤的碗，那个起酥浓汤的碗那个瓶口是缩进去的，所以它那个就不会往里面塌。那我就用家里的碗，结果它软掉之后往里面塌，所以它没办法蓬起来。爆掉，温度太高了，奇怪怎么这样，第一次这样。在嘉义买的红葱头，这样肉比较不会柴掉。刚准备好的水煮蛋可以加进去，还有面轮。这面轮我都事先泡过水。加一点八角，葱段加进来之后，等小火，让它炖。它钱是整肉，哇，钱和钱，有肉有血了。再来一点黑胡椒，搬出煎牛排的锅子。这边还有虾子，也是。
是退冰，盐巴抓腌一下，然后待会再煮一个生鸡汤，这在好市多买的。午餐肉的部分是这些，然后还有待会来炒个大黄瓜、鲜蔬、菇菇大黄瓜，反正就是一些家里有的蔬菜，把它凑成一盘菜。妈妈们应该都还蛮会这样吧。料的同时，汤也好了。我们今天比较晚吃啦，然后就想说弄简单一点，因为我刚刚这边又炸了一盘芋饺。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晚餐，很奇怪哦，我在宜得利啊，还有在虾皮买的这种剪刀啊，它都是说不锈钢的，但是我每次进洗碗机洗，这边都会这样子，看得清楚吗？黄黄的，感觉像是生锈，又好像不是。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这种东西应该都是用不锈钢的吧？因为我是希望可以进洗碗机里面。我是煮到水是白色的吗？然后倒进来，全倒进去。嗯，直接这样啊？对，用水。对，那个水。我们先洗手。加几次？三次。就是他弄几杯几次啊？对。那么哥哥在干嘛？哥哥在学煮饭。哥哥在干嘛？哥哥在学煮饭，笑那个脸。有的人喜欢学这些东西。干嘛？第二杯。你干嘛的？很简单。好了。关机。按这个。对，按这个就好。这么简单？对。我刚刚已经先退冰了一盘肉，但是它现在还是有点硬硬的。那我先来收拾一下。
冲一下。里面再加玉米跟红萝卜。这个保鲜袋团预计3月，还是2月的时候会再开第二团。第一团大家反应都还不错，而且蛮多人说买了很好用，还想要再多补一些货，所以我这个还会再加开。皮我用多少就切多少，然后剩下一点点有沾到水，我会把它擦干，再放回去，这样就可以保存比较久。哎呀，那不多。很多新观众问我在哪边买的，这是我之前开团的 HOLA 的打算器，我用到现在大概几个月，好几个月我没有算，反正就很久了，它真的还是很耐用，然后蓄电力也是很强的，所以充一次电可以用很久。那这个我现在目前没有要开团，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，直接去门市看看还有没有。在想说今天要蒸蛋还是气炸，今天的主菜猪肉丝，我想要来炒剑笋，这种真空包装的。蚝油、酱油、胡椒粉。还没，只好再炸一些鸡块给小朋友吃。